今天不简单呐、啊！好粉啊你们！对呀、啊，你们怎么这么粉啊？看我们最喜欢的，看我们最喜欢的造型。哇哦！哇哦！相思，好可爱啊！这是我最喜欢的木偶形象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木偶形象。怎么觉得瘆有点瘆？有点瘆得慌。这感觉有点。而且今天为什么一个一个？对啊，为什么一个一个入场？好奇怪。今天是什么特辑啊？木偶戏特辑。你看啊，我们写了木偶戏迷联欢会。兄弟们，我进去了。拜拜。求求你别要吓我，你不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啊！对不起，我为什么没有眼睛啊？三个坏木偶，他的心脏里两颗红豆，一颗黑豆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出这三个人，对吧？他们能害我们吗？逆子！过分！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之源。九。二。六号。这简单。五号。五号。七号。哇。七号好难啊。一号。哇。哇。八号。小狗。三号。哎呀。抽中 MC 一生军 Standard 亮上台，哇！这不一路蹲过去吗？这个也简单哎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些我都喜欢。最后一个是啥来着？猫是吧？你的狗，柴犬啊。我觉得他都能过去。这个我都能过，这个我都能过。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。来来来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怎么感觉我过不了呢？那你刚才说不是能过吗？蹲着慢，蹲着慢。哎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竖起来。哎呦！竖起来，走，说蹲。哇！蹲。哇！蹲一下，竖起来，站起来，蹲，哇！哇！六，厉害，六分，厉害，哇塞！目前场上最高分。他们都很推荐鹿。白鹿咋不说话呢？Q 我吗？白鹿呢？我老觉得今天有点不自然。白鹿，这有点怪呀、啊，这人今天。刚才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比较了解你，我就觉得今天你有点怪。你把我投出去好了。直觉。我今天一直想离开人群，我在想让大家注意到他的一些表情。哦。那敲呗，可以。敲我的。敲我就白费了，敲我就白费了。你看这两人沉不沉默？会不会是凯哥成的路？为什么？刚感觉飞行级飞行，不会是你吧？我是飞行吗？我谢谢你。我的意思常助理。我飞行。我知道。啊、那烧谁？你们可是对狗号找队友呢。一上来上车就跟我开始追。赶紧，咱赶紧相认，之后好办事儿啊。就凯哥，那我其实也有凯哥的感觉，有凯哥的感觉。找队友呢？第一次挑战。我没有。选择数字。白鹿很想赢啊，胜负欲非常重啊。好，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凯哥。会。凯哥。如果他是坏人，你肯定觉得我不该往中间放。你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他就一定往中间放。好，就这个。
玲珑球正在销毁中。哦，红的。哦，红的。哦，红的，挑错球了。不是，你的脸在哪儿？哦，这还好，这大。我跟周深真的是，来吧。哇，这个咋？不是，你们得加紧，深深，你边上得加紧。我加不紧。往里走，对，你往里进。紧，紧死我！我这边已经紧了，我这边紧了。紧了，再紧。好，紧了，我现在说话都有回声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能不能蹲一点，照顾一下我？好了，快开始。走了，哎，慢，走了，哎，慢，停，矮一点，得紧一点，不是你别让他在最边上，你要让他在中间，你们高个子去够他，让深哥在中间呢，我两边都摸不到啊，快点计时呢，快点，这样好，太紧了，紧不紧，就得这样，压死我，压住没，压住没，走，哎，谢谢，好极端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紧的，给我一条命，紧一点，快点，计时，走，一二，Oh my God， 其实差不多了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，这也太难了，这个。有没有一种可能用正脸更好夹呢？哎，可以用正脸。正脸，哇，好疼啊！哎，这样可以。准备走，一二，周深脸被夹了。一二，不是，这边太快了，这边步伐得小一点，重来，没错了。山，怀疑人生了一下，感觉头被门挤了一下。我的世界好挤。我们怎么都不连旗都到不了呢？不是，你们的步子一个大一个小。对，我们都得迈小一点，我们都这种步子。这样，你们迈一步，我迈两步，不，我们试一下，就是一我就一，一，一，好，走。一二，左边，往后退，一二，走啊，够了，暂停。那么你们去练习一下，你们实在是太没有默契了。官方吐槽。来吧，怎么排来着？我在这边。程程在那边。你就挤了就行，是挤着的，因为我这边是高的，然后我跟他差不多，所以说他会。对，我得这样我才能两个人。那我在这边，你跟我换一个。我跟你换一下。对，我那么老长。紧点啊，周元，我紧点了啊。紧，夹我。哎。不对，得往前一点，我应该弄到。哎，对，现在对了，好，现在非常的稳健。一二一，走，哎呦，不是，深深，你不能这么大动静。一二一，要他整坏了，他们几个。一二一，深深可以开一点了。二三四，我来。三四，我来。来，重新来吧。没有，可以，从这边来。二七，快点！走。哎，往左。
哎，还有骑这个骑过来的，哎哎哎快快快！挑战自己！哎呀，流下了眼泪。一二三走，一二三。哇！成功！哎呀，这个画面好看，感觉四个人。哎，这刚才是怎么站来的？哎呀，你怎么站？成人那边。来来来，小成人，可以。有了。走，一二一二，左边，一二，我这有点斜影，我也是，别笑，左手来，好痒啊，觉得气，主任快点，走，主任你站起来，往那边走。就是你站起来的，就是那边走，就是你站起来一点，我这快蹲下去了。来，我背你身上去，我这样跟你夹一个球，你跟他们仨夹，一二，可以，哇，这样也可以，走，主任，放嘴里可不行啊，主任。周深把球都吃了，已经快。走，三二一，走。慢点。盯着，老李头，弹出来了，不行。可以的，我们都计策成功了。用时多久？1:27。那我们四个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减免一些什么时间？四个人嘞，那我们按，我好看。嘿，张震源，我是你的伙伴，你喜欢我这个声音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人吗？你的声音为什么变得跟我一样喽？我们是一个体呀，我们是一个人啊。车快开了，你帮我系上安全带吧。哎呀，手机不稳。我算了吧，我你必须得记我哎，你先帮我扶正，我倒了，没事儿。快，我找到一个，这什么？入场券，木偶给出的数字是指最近一次豆子传递之后增加的坏人。哦，这个能够看到增加了多少坏人。把入场券投进去就行呗。请入座，红豆华好戏即将开场。哥，你别喝了，你快告诉我数字吧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想喝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数字，你再慢慢喝。江。加了一个，现在有四个坏人了，那究竟是谁加了呢？在刚才的搜寻过程中，是否有人找到了护身玉佩？哦，哎，是木盒子，玉佩。现在公布刚才坏人想要淘汰的成员是郑业成。哦，你保住了。刚才谁劝我不要放的？晨哥，晨晨，这个要分析一下了，我觉得。
这边还有一条线索也想分享给大家。对，上一轮的那个换球之中新增了一个坏人，相当于现在有四个坏人。我得赶紧跑快点了，我一个都没有。啊！就有一种撕名牌的感觉。申哥，啊！放心，我是好人。我不信，我是好人啊！你从头到尾是好吗？我是好人啊！真的假的？我10%是好人啊，哥。哥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呀？你相信我，我是好人。我不信。申哥找到仨，找到了吗？哥，没找到，目前。你找到了吗？我在找呢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不好意思。啊！我差点错过了。能让我看看不？一个，哎，卷轴券。木偶戏会告诉你有几个人被传染了。啊，一样的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找到啥没？火柴，我就一颗球了。继续找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你刚没拿到黑球号，100%。没有。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完完全相信你。传递开始。这是我刚刚拿到的。这是新拿的。红球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完完全相信你。那这就证明黑球还在前面。黑球应该是，要么如果说肯定在雨琦姐那一坨。对，不在我们这一边。嗯，我不知道他这个球传到哪儿去了，现在。那你捡到玉佩会给我吗？我会保你的，这轮。找一下，多找一下这种角落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哎，你觉得在谁那儿球？现在我觉得不到了，又换了一轮了。我可以跟你说一个好点，一凡姐从来没拿到过球。对，所以说如果我们拿到了玉佩，我当然想拽住你的原因就是要给她，因为她只有一颗球了。是的，我就是在帮她找玉佩。对，那凯哥你现在是什么？我没拿着，所以我下游这一溜，你们都是干净的。如果我相信凯哥你，那现在这个球可能在沙哥。你是不是好人到底？我好透了。你是好人就投沙哥。张真源，郑业成，一个好人，让谁两个人给挤兑出去的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着急的一定是好人。你看现在谁最着急？我也着急。我们全着急。别说话了，你快点。我被冤枉了。投到快点。只能给你了，沙哥。浪费了。浪费。凯哥，快投吧，投吧！你没有，我没有，我那个给郑业成了。你谁多就投谁呗。你看沙哥这话，谁多投谁。三个好人。对呀。错付了。他要是好人，我们就是坏人了。真是，对不对？真的太糊涂了，太糊涂了，太糊涂了，太糊涂了。我没抓过黑球，是这个问题。我抓的永远都是红球。太糊涂了，真的。请选择一颗玲珑球进行销毁。我都好成这样了，随选。三号。玲珑球正在销毁中。哦，那肯定是好。我受不了了，我从来没拿到过黑球。我能确定一件事，现在，一凡姐从头到尾一直是好人，我估计是红的。真是雨琦姐和申哥的好人。张真源，谁在叫我？欢迎你的加入。啊 ，Welcome。真心快跑，抓住他！快抓周深，抓周深，别让他乱找。抓什么？我不舍得抓他，我不抓他。你也是我们的人，现在。快去找东西！不要，快去吧！你不想赢吗？小黄金，快点！不想赢了，小黄金怎么赢啊？他说这个我们赢，好人赢，我们赢也是赢。我要帮深深找一下，帮好人赢。好
好气啊，这轮我要被喷死吧，我感觉我真的太傻了，太糊涂了，我现在很混乱，我现在心疼死深深了，我的天哪，深深他留在最后了，我没有能帮你的，虽然我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啊。